老爷，你而家告老归田，阿弟又咁大个咯，你都应该安慰啦。嗯，夫人，都系你嘅福气。咦，阿弟呢？老爷啊，陈大叔带咗少爷出去玩啊！咁夜咯，仲出去玩？去搵佢翻嚟？系。 陈大叔又系嘅，到而家仲未曾翻。阿弥陀佛，施主半夜敲门，有何指教？大师，件事系咁嘅，我哋俾三插。我希望同我主人留翻点后。 请大师你收留佢啦。哦，真系怨业，我佛慈悲为怀。睇佢咁聪明伶俐，将来必成大器。好啦，老衲就收留佢。多谢大师。老衲同佢起个法号。 唔觉已经过咗十几年，系啊，师兄，我哋日日都要种咁多米俾子里边嘅人食，咁你话，伟清，你而家有病，不如你休息阵先啦。师兄，你唔系唔知噶啦，一休息俾大师兄睇到，咁就多事噶啦。系啦，嗰个大师兄啊，真系不可一世，当正自己系主持一样，万不讲理。 做早课啊！我斟杯水俾你饮。嗱，唔该。你唔舒服就休息下啦，唔可以做早课啦。边个话唔做早课？大师兄。 今日讲嘅系二祖为何？二祖喺晚年嘅时候，因为北周武帝禁绝佛教，佛子被禅，
成为贵族的住宅和主君的住所，佛像被毁，佛金被焚。主持，咁嗰啲僧侣呢？有啲被杀，有啲自杀，而早就逃避到扬子江嘅中南山，但系有一批就远走长安。咁佢哋嘅命运结果点样啊？估唔到呢种赌命嘅流浪。 反而将禅普及全国，对佛嘅认识只有从内心启发，做到应无所住而生其心。咁样讲，禅嘅传达喺当时既唔可以藉言语同文字嚟表达，更加冇固定嘅对象。你领悟得真系快，多谢主持。 我哋休息翻一阵啦，好啊。做咩啊？唔练啦？系啊，唔练啦。你哋唔练功，点会有进步啊？我哋点同你哋比啊？由朝做到晚，食又食唔饱，天时咁热，再练落去啊，连命都冇啊！勤练功，不放松，一日不练，三日空，你知唔知啊？呢啲咁嘅死硬功夫，我哋早就已经练过晒，咁样练落去。 都系了解唔到功夫嘅奥妙。嗯，讲多无谓，你受唔受呢？我呢拳先，靠力大系冇用嘅，牛嘅力够大啦，咪一样要听人嘅说话去耕田。嗯，你咁讲咩意思？我嘅意思系话，力量要同智慧互相配合。我要睇下你嘅智慧高定系我嘅力大。嘿，空明，唔好再打啦。哼，唔使多讲。 点解你唔安心打坐参禅？请问大师兄，打坐参禅系为咗乜嘢？打坐参禅系为咗潜智苦修，先至能够见性成佛之嘛。咁我已经掌握到修行之法。嗯，咁就要听下你嘅见解。修行之法，顿悟空无，自身有佛，佛在心中。大师兄啱啊！呢啲简直系异端邪说。出家人唔熟读经文。 唔刻苦修行，点可以成佛？大师兄，当初佛祖成佛，
但魔祖先变逼成道有经文咩？根本就冇。所以成佛之道，如果死背经文，强行打坐，咁唔系违背佛嘅原意咩？哼！以你嘅高见呢，求解脱成佛，不在于打坐参禅，而在于顿除妄念，悟无所得。 既然你唔能够领悟本宗嘅禅法，而且强持辩驳，我就罚你面壁，系带佢走，继续打坐。 师兄，你面壁咗一日一夜，水都未饮过，食碗粥啦。我唔想食，你攞走啦。师兄，你何必咁样折磨自己咧？大师兄喺呢度权力咁大，无谓同佢顶撞啊。我只不过系同佢讲道理啫，各有各嘅见解。佢嗰套讲法，并唔见得高明。话虽然系咁讲，喺而家咁嘅环境，边个有权，边个就有道理。佢讲嘅嘢自然有人听。我睇你都系诈傻扮懵好啲，无谓受苦。 想选出本门法治继承，凡系本寺门徒，未能精通禅宗佛法，武能技艺过人嘅，就有资格继承祖师嘅衣钵。日期。 我会择日而定。一。
比武开始，凡参加比武者，点到即止。 身是菩提树，心如明镜台，时时勤拂拭，勿使惹尘埃。神修，唔错，走啦。哦，大仙嘅偈语写得真系好，师兄啊，你都写翻首同佢对下。你真系识得讲笑，我边有咁嘅本事啊？除非你帮我咯。好，今晚我帮你啊。 Thank you.
大聲啊，你嗰日比武啲功夫真係犀利啦，三兩招就打贏咗慧能啊！令我哋好佩服，呢啲算得乜嘢啊？今次主持個位你坐梗都得啦。係啊，你嘅偈遇到今日都未有人對得到。嗯，今次嘅成果你哋都有功勞。大聲啊，第日你做咗主持，千祈唔好唔記得我哋喎。唔好忘記啊！ 师傅，咩事啊？已经有人贴咗另外一首偈语，系边个写噶？唔知道，偈语冇留低法号。师傅。冇事。师傅，我早就睇得出你嘅武功比神兽强，嚟得准时。弟子遵照法如到嚟，师傅有咩吩咐？我想考下你对禅机嘅认识。迷而早熟。 細康見迷，人就好似迷一樣，除咗外學，就可以見到真我。弟子需要師傅嘅指引。你對我所講嘅《金剛經》見解如何？何其自性，本自清淨，本不生滅，本自俱逐，本無動搖。何其自性，能生萬法，茅塞頓開。咁。 你对佛嘅认识呢？弟子略懂皮毛。我问你何为佛？顿悟见性，我心即佛。何为五蕴皆空？五蕴本空，心空即空。何为佛法？顿除妄念，悟无所得。不识本心。 学法无形，若识自本心，见自本性，即名丈夫、天人、
蒙師父法，呢件係達摩祖師東來嘅袈裟，而家你就係佛門第六代的傳法子，從今以後依此不傳，你要珍惜保存。 弟子遵命。大师，咩事？限期已经到咯噃，点解师傅仲未宣布你做主持嘅？大家唔使担心嘅，主持呢个位置迟早都系我嘅。话虽然系咁讲，但系早啲好过迟啊嘛。既然大家咁样讲，我哋就去揾师傅。系。 大师，慧山做乜嘢嚟骚扰我打坐参禅？大师，呢次弊啦，师傅将法旨传咗俾慧能啊！咩话？你唔信睇下，六祖慧能。 你同慧能系最好嘅，慧能去咗边度？快啲讲！慧能先话俾我听，暂时离开呢度，回乡探亲。佢话一到就会写信俾我。好，慧清，如果一有慧能嘅消息，记住要即刻通知我，因为佢偷咗主持嘅袈裟，佢罪大恶极。如果知情不报，你都系一样有罪。听清楚未？系，大师兄。做嘢。系，大师兄。 入得去啊！行开！师傅，你讲呢件事系咪真嘅？师傅，照规矩，我系正式俾武选出嚟嘅主持，点解你就咁样传俾慧能啊？而且我亦都系你一手养大嘅。老和尚，你以为唔出声就得噶啦？大师，唔使同佢客气啊！师傅。 你将祖师嘅袈裟放喺边度？快啲讲！如果唔系，你不得无礼！师傅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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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师傅！
大师元正，你揾我揾得咁急，到底有咩事啊？而家只有吴大人可以帮我做主。哦，有咩事我可以帮你？本来我应该继承衣钵嘅，但系袈裟俾卫能攞走咗，我想你帮手追翻嚟，同埋向皇上推举我继承衣钵。同皇上讲好话就冇问题，至于追回袈裟，我只能够派一队锦衣卫俾你调用。目前你子里边有边一位？ 武功系比卫能高嘅，只有一个，佢叫卫明，系杀人逃犯。咁事不宜迟，你就派佢追回袈裟，后事我哋再商量。嗯，多谢大人相助。 算我无礼，系你救我嘅。嗯，既然系咁，我有嘢求你，你会唔会帮我？请恩公吩咐，靠晒你啦，包喺我身上。 阿彌陀佛，施主你唔使多讲，快啲将袈裟交出嚟。恕难从命。嗯，一，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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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
我知道你嚟揾我，并唔系你嘅心愿。请恕伟明老王，我的确系受人所托。既然你系受人所托嚟攞袈裟，咁我师父嘅处境一定好危险。弘忍大师已经圆寂。吓、阿弥陀佛。慧能，你打算去边度？ 我打算去南方，继续弘扬禅宗佛法。慧明，你呢？我都唔会翻去，我会去云峰山修行赎罪。佛不在外，在心中，能静能悟，顿时成佛。圣梦指引，日后如果需要我帮忙，我一定全力以赴。后会有期。 主持，咩事啊？最近有人发现慧能喺庆州龙镇附近出现。哦，姑娘，你系？
是我救了你，我叫李春兰，壮士，你呢？我叫做卢阿弟，我叫袈裟。哦，喺呢度啊！你要佢嚟做咩啊？袈裟系和尚着嘅。 春兰，春兰，春兰啊！哎，阿爹啊，我喺度啊。 卢大哥，卢大哥，你醒啦，起身食药啦。你食药啦，食咗就会好噶啦。 如果唔系你救咗我，我早就冇命。食完药休息下啦。 大哥，你嘅功夫咁好，教我几招啊！我啱啱好翻，只系活动下筋骨啫。等完全复原之后，我就教你啊。卢大哥，见你嘅身体未复原，唔好再练啦。不如我带你出去行下。好啊，我去换翻件衫先。 你睇个瀑布几靓，卢大哥啊，我哋相处咗咁耐啦，我都仲未知你嘅身世。其实我嘅身世好简单，父母一早死咗，我自细就到处流浪。唔通你唔想好似一个平凡嘅人咁，有一个温暖嘅家庭咩？我都有想过，但系男儿志在四方。
我想先做一番事业。咁，你嘅抱负系咩啊？我仲未知。点解件袈裟你睇得咁重要咧？唔通你想做和尚？嗰件袈裟系一位主持托我交俾一个朋友。 如果佢得到呢件袈裟，就可以做佛教嘅主持。我系受人所托，所以佢比我嘅生命更加重要。刘大哥，系咪任何人攞到呢件袈裟都可以做主持呢？系啊。 因为呢件袈裟系承继佛门法治嘅信物。万一你揾唔到嗰位朋友呢？咁你会唔会做主持啊？我仲未够资格。如果宣扬禅宗佛法真系能够普度众生嘅话，我谂我一定会努力去做嘅。刘大哥，以你嘅武功同埋修养，我相信你可以做得到嘅。凡事都唔会咁简单。 要创一番事业，一定要经过挣扎同埋努力，先至会成功。卢大哥，你讲得好有道理，希望你嘅心愿可以实现。多谢你。 你同佢哋系同党啊！其实我都系逼不得已嘅啫，你都知道神秀喺寺里边嘅势力噶啦。你知唔知慧能会喺边度啊？你唔使惊啊，你唔需要同我讲，我而家就放你，呢度嘅事我会处理噶啦。就嚟天光噶啦，你由后门走啦。多谢救命之恩。 你系边位啊？我叫慧清，喺东山寺嚟噶。你系和尚？我唔系和尚，我系行者，同卢阿弟系同门，我有紧要事揾佢啊。哦，你受咗伤，嚟啊，入嚟自讲啊。 快点走！哦，啊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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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
雷大哥，发生咩事啊？ 你接我顺便，都系我唔好，连累你哋。呢啲都系命中注定。我身负重任，要赶去南方。如果你有咩重要事需要帮忙，就去云峰山揾我一个朋友，佢叫做慧明。你放心啦，我会照顾自己噶啦。第日你有时间嘅，就翻嚟睇我啦。嗯，你保重啊，卢大哥。 已经夜啦，路途险恶，不如去前面寮村度借宿一晚，听日再起程啦。好。 船夫，听日见啦，早唞啦，阿官。 捉住佢探子，停手，不得无礼。请问壮士你系？我只系路过桂村，想借宿一晚。哦，唔会啫，请入里面坐啊。好，请坐。 请问壮士高姓大名啊？我叫卢阿弟，请问两位系？哦，佢姓陈，我姓苏，我系呢条村嘅村长。头先冒犯壮士，请你多多包涵。你哋条村到底发生咗咩事？啊，头先我哋误会咗卢壮士，当你系海盗派嚟嘅探子啊。海盗？系啊。 啲海盗嚟过我哋条村，限我哋一个月之内交出白银1000两。如果唔系，佢哋就要将我哋成条村铲平。咁其他啲村民呢？我哋啊靠捕鱼为生嘅，啲后生嘅都出晒海捕鱼，剩低我哋啲老弱妇孺喺度。唉，而且我哋边度有咁多银两得噶？咁点解你哋唔去报官？ 山高皇帝远啊，啲官兵劳师动众嚟到，啲海盗就闻风先遁，官府都奈佢哋唔好，所以佢哋啊越嚟越猖狂啊！壮士，我睇你嘅武功一定好好，你帮我哋赶走海盗，我哋愿意付出酬劳嘅。我唔系为银两做事，路见不平，拔刀相助。 系我份内嘅事。啊！咁你即系应承我哋啦噃？单靠我一个人嘅力量系唔够嘅，我有几位江湖上嘅朋友，或者我可以揾佢哋帮下手。啊，卢壮士，我哋条村嘅生死存亡就靠晒你噶啦。
村长啊，嗰、那个卢阿弟去咗咁耐啦，而家一啲消息都冇，限期又就快到啦。你估佢会唔会一走了之呢？咪乱讲啦！我睇卢庄士绝对唔系咁嘅人嚟。冇错啦，如果唔系，佢都唔会答应帮我哋手啊。哎呀，咁又好难讲啊！人不可以貌相，佢只不过系路过呢度，同我哋非亲非故，点会帮我哋卖命呢？不如我哋都系另外想办法啦，唔好指意佢啦。唉，我哋而家仲有咩办法好想啊？唯有喺度等，听天由命系啦。邱师娘，高神。呢次得你两位合而相助，真系感激不尽。卢大哥，你咁讲就太见外啦。当日喺龙镇卖艺嗰阵，俾班恶霸嚟捣乱，如果唔系得你相救，我条命都保唔到今日。系咯，卢兄，上次我押镖嘅时候俾山贼截劫，好彩得你出手，唔系我就做唔成镖师。所以卢兄你唔使客气嘅，救人一命。胜做七级浮屠，两位帮手去打海盗，就等于系行善积德啦。时候都唔早啦，我哋起程吧啦。好啊，小二收钱，多谢。你是什么人？为什么要来杀我？我叫程川，是为钱而来，有人请我来杀你，拿回件袈裟。我明白了，你是神兽派来的。我们有三个人，你不敢我们打的。既然你是为钱来的，那就好了。什么意思啊？现在我有件好差事给你。好，有什么好差事即管讲出来听。我请你去杀海盗，你杀一个，我俾十两百文你，你先赚咗我呢笔，再同我算佢嗰笔。嗯，一言为定，请。老庄士翻嚟啦！老庄士翻嚟啦！大家快啲出嚟啊！快啲出嚟啊！老庄士翻嚟啦！大家快啲出嚟啊！老庄士翻嚟啦！大家快啲出嚟啊！老庄士翻嚟啦！快啲出嚟啊！请坐，几位请坐。卢庄士，你哋辛苦啦。乜笑话？啊，呢两位系哦，呢位系双刀邱士良，呢位系飞刀手高新。嗯。哦，咁嗰位咧？佢系嚟收买我条命嘅杀手程川。卢庄士，你真系识讲笑啦！我即刻去准备啲酒菜同几位洗尘。几位坐下先，嚟嚟嚟嚟，你哋快啲翻屋企，唔好阻住卢壮士佢哋休息啊！真系奇，限期都已经到，点解仲未见海盗出现嘅咧？无论点样，我哋事先都要做好准备。冇错，有你哋帮忙，咁我哋就放心啦。你太客气啦，路见不平拔刀相助，系我哋分内嘅事。夜啦，你都系翻去休息啦。好，早唞。
卢兄，咩事啊？啊，冇咩嘢。我睇程川梗系等得唔耐烦，我一定要攞到呢笔钱。君子一言，快马一鞭。大家嚟咗咁耐，我睇一定系好闷噶啦。我哋啲村民准备咗啲酒菜，听日大家饮翻杯先。呢张系呢条村嘅地图，海盗真系嚟嘅话，只能够由水路沿呢条路上嚟。只要我哋喺呢个路口做好防备，海盗系好难攻入嚟。大家要提高警觉。如果海盗要入村，一定会由呢条路上嚟。我哋就派人日夜守住呢个路口，一发现海盗嘅踪迹，就即刻敲钟报信。如果啲海盗真系咁嚟，我哋就可以将佢哋一网打尽。师兄，我等咗你好耐啦。喺路上发生事，所以迟咗。我已经将你嘅事同呢度嘅主持讲咗。你嘅伤好翻未？好好多啦，我带你入去啊。好啊。请问行者从何处来，往何处去？从佛处来，成佛处去。何为佛性？佛性无常。佛性无义，佛性非善。
如何成佛？我心自有佛，自佛是真佛，自若无佛心，向何处求佛？既然你精通禅理，我就为你剃度。阿弥陀佛。启禀主持，咩事啊？弟子派人查出，慧能隐迹多年，最近喺宝林寺落法，树立南方势力。吴大人嗰边有消息未？到而家仲未有消息。事不宜迟，即刻召集寺内高手，待命出发。弟子遵命。你翻嚟先，唔好惊动其他人。系。神修，我知道你迟早会嚟揾我嘅。呢啲系我同你之间嘅恩怨，你跟我嚟啊！杀咗呢个叛徒！
走。阿弥陀佛，呢啲系佢哋两人嘅事，与你哋无关。如果你哋要喐手嘅话，咁我就唔客气。互相殘殺，唔使講啦，玩啊！No!
我喺东山寺已经养过你了。你冒犯佛祖，我要替天行道。袈裟我送俾你，佢只系一件信物，并唔代表神迹同权力。你为咗想做主持，不惜破戒争夺袈裟，你只系心魔作祟，走向歧途。要做主持，你必须修心养性，精通禅理，行善积德，咁才能够修成正果，同埋受到众生嘅爱戴。师弟，袈裟系师父传俾你噶。请你回东山寺做主持啦！我以本依本寺同系佛门弟子，不分南北，你都系翻去啦。我一定修行悔改，依求正果，后会有期。